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庐山，以风光雄奇俊美著称于世。除了自然风景之外，它的人文景观也蔚为壮观。这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包括庐山的石刻。由于石刻具有保存时间长久的特点，因而被广泛地用来记录史籍经典，成为人类表达和记录思想的一种形式。1000多年来，许多文人墨客和政要名流刻石记游庐山，代代不断。这些作品诠释着庐山的风貌景致，也记载着历史的兴衰更替。庐山石刻群是历代人游历庐山时题写的碑刻和摩崖石刻，现存1300余处，成为庐山地区重要的石质文化遗产。今天，当人们登上海拔1400多米的庐山汉阳峰时，目光都会被顶峰正中竖立着的一块四方石柱所吸引。其上刻的几个大字，记录着汉阳峰作为庐山最高峰的同时，也展示了一种留存于庐山高山幽谷中的艺术形式——庐山石刻。自古以来，庐山以其飞质的雄姿吸引了历代无数文人雅士前来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圣迹方宗和诗文题咏，也留下众多或壮观或精美的石刻。据秦朝的《一统志》记载，庐山紫霄峰石室内有先秦石刻100余字，这是庐山石刻最早的记载。但由于几千年风雨消蚀和人为损毁，现在已不得见。幸运的是，在庐山99盘山道、东林寺、白鹿洞书院、秀峰、五老峰等自然人文殊胜的地方，还留有大量石刻遗存，形成蔚为壮观的石刻群。这里是坐落在庐山西麓的东林寺，寺里珍藏了自东晋以来1600年间许多稀世珍宝，而能称得上镇寺之宝的却是一块名叫赴东林寺碑铭的残碑，碑上铭文刻于公元848年前后，是庐山现存最古老的石刻。碑文的书写者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。这块残碑与李邕的赴东林寺碑、王阳明的东林寺少二泉韵一起，并称为东林三绝碑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这是庐山石刻当中最有名的诗句。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庐山写下的这首诗，既是气象万千的写景诗，同时也是蕴含思物的哲理诗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题西林壁》，点出了石刻作品所在的位置。与东林寺相距不远的西林寺是庐山北山的第一座寺庙，不过它的声名远播，家喻户晓，却更多是因为后来刻于寺内石壁上的《题西林壁》这首诗，它几乎带给所有人关于这座山的最初印象。苏轼写这首诗时已经在庐山畅游了10数日，却越发不知用何种言语来表达自己这些日子所见到的庐山。当他就要离开的时候，回头望去，云雾缭绕中的庐山层次愈加的丰富，轮廓也愈加的奇妙了。他沉溺于这样的美景，更惊叹于大自然的气象万千，变化莫测，于是一首《题西林壁》喷薄而出。一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不知吸引了古往今来多少人躬身前往庐山去一探它的究竟。当年西林寺石壁留下的这首朴素却充满禅意的诗句，让庐山深入人心，跨越时空，成为许多人共同的文化记忆。庐山石刻主要分为碑刻和摩崖石刻，碑刻内容多为诗文，篇幅长而字小，篆刻于碑石之上；摩崖石刻多为题志，言简意赅，字数少而字大，刻于岩石之上。据统计，
庐山的摩崖石刻和碑刻现存1300余处，共计数十万字，其中包括了颜真卿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赵孟頫等名家留下的石刻书法作品，楷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俱全，而且风格多样，堪称一部书法字典。公元340年，被后世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，在后任官职的时候，暂隐于庐山南麓的归宗寺旁。相传王羲之徜徉山林，沉吟水畔，挥毫习字成为他在庐山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一。自王羲之之后，文人骚客纷纷来到庐山，留下题咏，镌刻于石上。从此，庐山石刻绽放出异彩纷呈的丰富景象。99盘山道两边层峦叠翠，郁郁葱葱，蜿蜒回转的山路在峰峦间时上时下，这样的壮景奇观让途经这里的文人骚客们诗情四溢，刻诗题作。其中宋代诗人欧阳修于1501年在这里写下了自己平生最得意之作《庐山高歌赠刘凝之》。400多年后的公元1520年，又有一个人走进庐山，无意中读到这首诗，赞赏不已，当即蘸墨挥笔书写下来。这个人就是明代大书法家王阳明。后人将他手书的这首诗刻于99盘道旁的石壁上，并在旁边修筑了一个石牌坊，上刻诗题中的“庐山高”三个大字，字与诗与石一同保存下来，成为99盘山道上一处文化地标。在庐山锦绣峰峰顶矗立着一座御碑亭，亭内石碑上的铭文出自明太祖朱元璋之手，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詹希元书写。自此之后，庐山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和瞩目，名人来往愈加频繁，石刻碑铭也越来越多。这些石刻不仅与山水景致相得益彰，辉映成趣，更刻写着历史的沧桑与文化的厚重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@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幅山水画，对中国青绿山水画法产生重大影响。这是一幅历代鉴赏家所珍视的名画，几经辗转，最终为北京故宫收藏。画作的玄妙之处在哪里？期间又发生了多少故事？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展子虔游春图。